Dream 在近期开始了打歌以及宣传活动，近日女孩们也参与了中南大学的校庆演出，演唱了最新公开的主打曲 Anti Fragile 以及 Fearless 等歌曲，女孩们更是全程开麦演出呢。女孩们在演唱 Anti Fragile 时，彩原还多次即兴连飙高音，完全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。而卡夫哈在需要拿着麦进行演出的情况下，居然在没有支撑下完成了高踢腿的动作，超强的核心力量更是瞬间登上热搜。能够在现场欣赏女孩们活力满满的舞台，相信在场的观众肯定感到很幸福吧。